们现在在熊熊食社的二楼的神秘的厨房里面。有多神秘？就平常是禁止拍摄的一个地方，平常都被赶出来，今天终于可以进来。今天我们受到行政主厨朗朗的邀约，他现在在忙着帮我们准备。他在帮我们准备一些材料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挑战的东西叫做巧克力棒蛋糕。为什么要叫棒蛋糕？为什么的行政主厨？棒蛋糕是哈、哦，他觉得这是笨问题。对啊，小时候我会自己上网查吗？上网 Google 什么是棒蛋糕？因为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奶油、面粉、蛋跟糖。各一半，奶油、面粉、蛋跟糖各一半，然后去做成蛋糕，所以就叫做棒蛋糕。一磅是多少啊？一磅是454公克。454公克，哎呦，然后所以大家都知道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做分蛋黄，对不对？对，分蛋。我们今天做法跟传统做法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就是应该是会比较简单一点。然后可以不用加爆打粉，因为我是比较不喜欢用一些花粉类化成的东西，比较健康一点。所以今天的那个全部都是单纯的食材，没有什么添加物。这可以外流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很简单的、很基本的食材。所以到时候你要好了，反正我们就是先分蛋。嘿。你很厉害啊！那为什么每次吃火锅都叫我帮你分蛋？今天露出马脚了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吃火锅的时候那个沙茶酱都叫我帮他分，因为手会用脏。耶，一颗好了，你要不要挑战一颗？主厨他，我会被主厨他弄下去了。主厨，怎样？对啊，我要捞的话，一定要用蛋壳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是手下去的话，它会混吗？对，它会混在一起。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有点少，蛋有点少，我建议是哈，重新打。你看我们浪费三颗，我马上就被骂了。三颗吗？对，三颗。没关系，全蛋我可以用，直接丢都行。好。不要了，我要再。你刚刚算 NG 吗？不算 NG 啊，会忠实呈现。动作感觉有点挫哎，要不要什么动作？你的胸肌要顺便抖两下。为什么这样笑？有这么难吗？来继续，挂到上面了。感受到你刚刚讲的奶油的风，对不对？有奶油的风，对不对？自创的一个人，有奶油味道的风一直喷出来，然后就慢慢的把蛋黄加进去。
这样喷出来哦。才刚弄蛋黄弄失手，要加速吗？用最高速。不会喷出来。呜呼！哦，这声音更疗愈耶。这么大缺口，不用吗？你手绕很大，但是你下面你的那个下面绕很小。哦，重点是下面要动。对啊。现在就是，其实已经面粉都吃进去就可以了。啊，至少嚼这个比刚三分离还好，还安全多。那时候一起，就是你等一下就不用再多搅拌一次，对吧？巧克力倒下去了。确保你那个底下都有刮到的就好了，很干净啊，我总刮得越刮越脏。好，其实这个流性，就是因为如果是像戚风蛋糕或海绵蛋糕，它是会滴下来，那棒蛋糕它不用这么滴，它在这个稠度是算是很好的，就是等下烤的时候应该是不会失败的。有点流又不会太流，对不对？它是。放蛋糕面糊是会有点稠，嗯，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它装到那个蛋糕模里。我看一下大概几开始先不要倒太多，先倒一点点。那你面糊下去以后，它就会把那个旁边的纸撑开。还差九公克，大概就好了。这哪超？你俩这超精准的。哎呦，399。等等。为什么觉得你的手很用力啊？你手在，这是手在用力手。因为我觉得他在顺便健身哎。站到旁边了。没关系啊，可以再继续加，加多一点再把它用。速度，你看这个速度，可以。哎，他真的为什么那个面团在他手上？不用加班。面团在他手上好乖。哦，是因为我很干净。然后就是要不要浪，这样才不会浪费食材。我还可以请医生看看哪个是我们的。这其实大概饼就好，因为像棒蛋糕，它烤的时候它会自己就是变均匀。不用说把它弄得很平整，对吧？哦。烤板上，就直接烤。然后烤箱我是用170，因为已经预热好了，所以自己在家做的话，烤箱一定要先预热。
因为预热通常要，通常只要10到20分钟。所以如果你已经做好，还想到的话就来，该想到。帮我按那个右边的红色按钮。好哟。好，今天就是我们拌蛋糕体验。其实生活到我在拌蛋糕，然后剥蛋壳。对。然后一直被人家，就是一直被人家弄得很紧张。是你地板是用的蛋糕吗？所以45分钟后看我们的拌蛋糕会不会成功？你可以猜一下，我们到底哪些是我们甜的蛋糕馅？好，下课。讲一下你的感想啊！已经开始录了。或是你说那个炉温太高很热，必须要脱衣服。感想，今天的感想就是觉得做蛋糕并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做的，就觉得每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有他要注意的标准跟细心度要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很粗心大意。看好蓬啊，好可爱哦！然后那刀子要干嘛？要留在哪下面？我们的配音员准备好了吗？配音员是谁？好了，上面有流血。那个是融化的巧克力。那是融化的巧克力。然后呢？接下来就放着。完成。只要把它倒出来。那不需要放。拉起来了，哎，你不要碰到金属啊，金属很烫哦，会哭。好了，你还是两个人啦，你拉住下面，然后你拉那个纸，另外一边也要拉。好，你把那个模子拿走。好，放着。好来，直接降落就好了。为什么会有一个碎碎念？为什么在背景音那么表达？对，偷偷在那。你在当我 OS 是不是？其实很好哭哎。这个有点想不到，好，噔，加油，成功！煮熟它。哇，这是一块。像沙子一样，很好切，很厉啊，这碗很厉啊。你要给我们的主厨评分一下，这样几分？对，这样里面巧克力哦，应该要再切，因为中间有被那个刚有刺，哦，所以会比较没有那么美。主厨，哎呦，很漂亮啊。主厨，请给分。主厨看很久，看很久，他说：“哎，还没有熟。”100分，这太假了吧？他这么久，他在想说，对，他想要怎么想，就满分是1000的。好，我们10分，很好啊。好吃，我来试试看。哎，现在有一点温温的，其实也会蛮好吃的。那好香哦！等一下，然后切开了，冒切的，好香哦。做的巧克力棒蛋糕，哎，为什么巧克力都在下面啊？因为它要沉下去，它屏幕会消失啊。嗯，它会消失。上面那个灯如果还亮，就是。哦，很失落呢。叔叔什么脸？你是什么脸？什么意思？
没有第一次吃那么湿的蛋糕哎，还是板正这样子吗？没有，你知道棒蛋糕太干。嗯，哦，是我知道太干。对，就是不要吃，好吃的。对，不可以批评他，好吃。对。你还要先想说，那他想要干一点的吧？哦，你喜欢干一点的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不过因为它现在比较热，所以吃起来会再稍微湿润一点点。所以是好吃的吗？好吃。是啊。好吃。可以卖了吗？400。百分多少？要购买请等我染上面这个粉线，会有克里斯卡文帮你结晶。